踩进去。800八买一张京牛皮，今天咱们做一个特色小吃，估计大部分人都没见过。先把牛毛烧一点，再把这个烧焦的铲一下，上面还有点毛，还得再烧一下，泼点温水泡一下，再用钢丝球烫一下。太大了，给它改一下烧。放点葱大姜、八角、鲜桂皮、白芷、辣椒、白酒、橘子，来点盐，水开炖三个小时，再捞出来洗洗，再把里面这个油刮一下。这个一煮熟就好刮了，生的好刮。再把牛皮切成不同的形状，这个是细条的，这个切成大宽条，最后一种切得更宽，不过这里面要划成一条一条的，放屋顶上面晒干，晾了好几天已经干透了，弄到柔再把这个牛皮炸一下，油温七成热下牛皮，画一个弯子，白皮就好看了，你炸成这样金黄的就可以了，水小的也可以了，再撒点孜然、辣椒粉，炸个金黄金黄的，跟油条似的。